二考场，从31到60是第二考场，从31到60是第二考场。那么最后剩下的呢，从61到88是第三考场，是第三考场。明天呢，那陈二幺在哪？你要跟他们说一下到底在哪地方。明天我们不在这里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明天在 Christian Brothers School, Dublin 8, Sing Street, OK? 有谁不知道怎么去，一会 lunch 的时候过来问我，跟你们打个招呼。